但是因为我们做这一行的，就是很多的时候，你要再怎么样温驯，再怎么样有理智，再怎么样有 EQ， 但有时候那些酸民。你一回复，你还可以像是水牛一样这样回复吗？对啊，就是人家骂我，我还会回他，哎，就这个，就他觉得我长很丑，我就说，那你请问你有介绍整形医师吗？你认真？对啊，或是就是反正人家批评我都会看，然后都会去回，我就是很有耐心啊，然后也不会生气啊，对啊。哇，至于于人哎，你 Q 很好 ，Q 超高的，真的。哎，秀慧姐，你碰到这种，你会跟他回吗？还是你就呛爆他？你说我很丑啊？我说那你先那个PO你的照片，我看看，你有没有资格批判？你丑，全家都丑。你先让我看看你，你再来说我。OK。